徐其亮是习唯一最相信的军方，就是习下面就是他了，所有这些下面全都是空军，而空军是现在所有的主导着中国的军队的核，所有的核战、火箭部队、潜水艇，所有用的系统、通信系统就用了中国空军这套系统，没有一个不是的。